据香港媒体报道，15日，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宣布将在北美上映，踩上风火轮，去往更远的远方。北美的小伙伴们，小爷要来见你们了。据悉，影片由 Willgo USA 发行，档期尚未确定。该片上映22天，累计票房超过38亿，暂列中国影史票房总榜第4，有望超过《复仇者联盟4：终局之战》，冲进前3。FIFA娱乐实时报道。